十四集《涅槃玉蝉》。至今也没能抓住哪吒，难道本王的追捕令是摆设吗？爸！啊！大王，九丝城传来消息，发现哪吒的踪迹。哦，哪吒在九丝城惹上了娘娘您的徒弟碧云和彩云。什么？他们二人在九丝城寻找玉蝉，遇上哪吒未必是好事。大王，容我亲自去看看。嗯，此去九丝城路途遥远，娘娘可不要空手而归呀。大王放心。一只翅膀。好像是玉蝉的翅膀。这里也有一只。让我闻闻。嘿。碧云彩云确实是从玉蝉上分离出来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别急别急，让我想想怎么把它们变化回去。玉蝉！翅膀上还有妖气。不好，他们想利用玉蝉重生。小心！那是什么？别管了，哪吒的消息要是被人抢了先，咱们就领不到赏钱了。快走！妖王的追捕令果然一呼百应，先看看再说吧。哪吒神通广大，小心咱的小命。吃我一刀！怕你不成？周围的妖气越来越多了。别让妖怪偷袭哪吒。哼，让哪吒专心战斗，其他的交给我们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出手。尝尝这个。想得美。哪吒，你怎么样？真是太可恶了，这家伙的速度和力量明显增强了。既然无法脱离玉蝉，那就占据他的力量。哪吒，也等着跪地求饶吧。该求饶的是你们。
暗影邪气，给我破！家伙好厉害，看来哪吒坚持不了多久了。情况不妙，那家伙虚虚实实的，打不着啊。该结束了。哪吒小心。只有更快的切入，才能斩断这虚实的变化。哪吒！谁敢靠前？哪吒，醒醒，醒醒啊！哪吒，你不会就这样倒下的。哼，小娃娃。这就是年轻气盛的代价。哪吒不行了，见者有份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分点奖赏？拿下哪吒的朋友也是大功一件。你们上来试试。鹤童子，激动是吗？我就休息一下。我的法宝可不是用来看的。啊！抱歉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刚才思考了一个问题。哼！你们也想尝尝火箭枪的滋味吗？我们快跑！命很大吧？你为了一己私欲，弄得民不聊生。我哪吒今天要替天行道，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哼！看穿你了，就是现在！哪吒，你动了巫爷娘娘的徒弟，要大祸临头了！喂，别跑！丽姐，丽姐回来了！丽姐，好轻松啊！玉蝉，玉蝉，你是我的啦！别胡，别胡来！玉蝉这等神物，就是为了吸收人间的妖气而存在的。妖气减少，天地清明，只有放它自由，它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。唉，可惜了。玉蝉，务必小心一些啊，有事就来找我。
光着小脚丫，他踩着风火轮，他穿着红肚兜，插着两个冲天角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战天斗地保卫家，守护正义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。